开什么？好像不高。那不是有招子，你怎么没捂着我？没夜。我们不看后来人有这些网子。哎，我都没长。后边真是还有我一个了，那时候给我弄一个，后来滚了那个蟹膀子，一口。不是，那戴眼镜没戴，然后那什么也没戴，就这么啥的。戴了个眼镜。你看这眼睛啊。我是挑人，看好人。看，送呗。那个啥，他们到底啊？你不说来着？哎，这样的，谁哎，那掉的其实咱们能自己涂上吗？谁掉过来？那不着急，你看啊，几的几的你呢？不说的，玲玲的。真没踩掉啊！找个砖。踩脚了。哎。找个砖了。起一下头，是正穿状。啊，没听见。掉价了。这个干嘛呀？哎，别找了！哎，你们离那么远干嘛呀？不用离那么远。有那么危险吗？没有没有。哎，这是种的。这算是软了吧？应该是。是这个来，这是三个。放放，我正常转条就是一万。啊，什么是这啊？这它都不用了。正常转，主要是都有点什么，翻了砖了。为什么他这没点儿的？是平了？没翻，他得跳，还得跳着。不是走了，翻了呗。走吧。坐了，一两个煮鸡蛋，你去吃吧。他这个小人脚里是有一个过烫对，这粉儿忒久了。放那不好呢。最高一样吧，可没少吃。还没有啥菜，没有了。有。这，它都成了硬丝了。哎呀，这都不对。你练练是一百头就行。嗯，顶上了，好了。状态呢又没了，对，行了，也不行，到这样吧。偏，稍微有点长，嗯，这你要是几那啥了，几次正常开开的时候来回停一条东西、就行了。这绳儿太短，它自来这弯度，你那几次还没调好的
真没有了。这个毛也该调一下，毛有点小。毛再稍微小点，毛再稍微过一点就行。嗯嗯。现在我们这都好了。你没准要不吃不太正规，不太正规。但别再说你这个更不正规了，越不正规。这鸡还没调好，也正规顶着，不那样不硬，调的不行。OK 了，你说吧。嗯，我给你看看吧，你看这个舌头，舌头怎么这个样？啊，它到底有点活动量，没有这一个活动量，顶着一百干事了。这瘦豆子一点活动量。是啊。它这里边是太旺太热它的。哪里不热？太旺。啊。你看你看，我没劲，没劲呢，落水没劲。我那，它这不是落水，你是啥热的？啊。嗯。你给我告诉你，你从在底下都看到了。这两个螺丝在夹着，你可以来回来来回调。你毛往下调哎，啊？靠着，哎，靠在这地方调。啊。想回去就想啥？啊，你就说你就说这一个不一样。嗯。这个调不调？嗯，这个调不调？调调吧。再用的是丝儿。不是，拿一个活动感受。好好。你看，很好。没惨点，妈要为喊打脸。正常转动的时候你录一下就行了，这时候你再跳着半天，没又是你这没电了。他这都是怎么？这都是航空出来的。行，嗯，把那钱来给他。来来来，干啥去？来来来来，还垮了，多事儿啊！别让我这么说，来呀！行了呗，你不见啊？不见啊？医生说的，他打了眼了，这是呗。看了眼了，老板。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，不能吃。过两天，过两天再好。上回我打了眼，我跑来跑来那哪去？跑到那去了。我再以为那一句，我打了眼能吃辣的呗。再来一句，最好别吃。嗯，好。估计我都出去了，为了打了眼，还泪哗哗还流着。我操，也两天我都醒了，我别睁眼，别睁眼，睁完我他妈睁眼一睁眼，我把双手噔噔开了，我操！别睁眼，别睁眼，我看看几点了。你睁眼了，这是什么型号的？你看这个，这个什么？什么型号的？乔木的，啊，四寸的，这个你看三寸的，太看上了，看个闹。那个是5C的。别急，不用了，发了没？咱俩拉动这个，咱这个拉动就拉下来。他从桌上的声音吗？啊，他从桌上的声音，他从楼上的声音，正好在车那么长的。你需要多长的？你跳成多长的？只要咱们直播上就能。这样不够了，哎，五万。啊？五万。
5公分呢？这个石不是大5公分呀？大公分呗。对。再挑短的，再挑挑短点儿，再挑挑两公分，对，总共挑成几公分的？总共挑成4公分吧。4公分的，打中型钉子。啊，对。这个你怎么知道它是下去了几公分呢？打工班的，你这么着脸还亮一亮呗？对。你们这有制钉机是吧？有制钉机是吧？
那边人嘞。木哥，飞哥，飞哥，那小的，飞哥是妈妈。对啊，他真是英语，我看不懂。那太好玩了。这唱歌你都嘴都能跳，圆圈能多唱，圆圈能多唱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就把它推过来，他。啊，人就这样了，来一个，好嘞。